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洋务道菜市场，泰国蛋呢35元一排，30个，19元半排，10元7个。抢购橙汁呢20元5个。这家辣味店呢生意也很好，排队买的。蜜汁叉烧68元一斤，贵妃鸡70元一只，双拼饭20元一盒。这是快餐店，两菜一饭43元，汽水老火汤6元。这是面粉豆腐杂货铺。路边呢停满了车。鸡扒10元一磅，鸡脚10元一磅。水果摊的生意呢，也是一天忙到晚。龙眼20元三磅，车厘子40元两磅。粉红色的草莓170元一盒，日本草莓100元一盒，120元一箱。大家都是很自觉的戴着口罩啊、环保袋啊、拖着拖车出街买菜的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赞点关注，来播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